左脚先外摆，随即右脚跟进，呈不丁不拔马，两手成掌，右掌从左前臂下方传出，使掌心向上做蝴蝶双飞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个讲解。 左脚外摆，随即右脚跟进，左掌里收，右掌从左前臂下方传出，使两掌心朝上，呈拨水求鱼，目视前方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个讲解。 两掌内旋，右前左后分别向两边拨出，使掌心朝下，呈拨水求鱼，目视前方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个讲解。 步行不变，两手稍微沉腕，向上向前顶出，使掌心向下呈千斤撑出，也叫白鹤伸进，目视前方。 步行不变，两鹤头掌里收外旋，收至腹前，然后经过转腕，沉结的动作，呈双直朝阳，目视前方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个讲解。 步行不变，两鹤头掌分别外旋，里收至腹前，使掌心朝内，然后经过转腕沉结的动作，呈双直朝阳，目视前方。 步行不变，右手内旋，使掌心朝外；左手外旋，使掌心朝上，然后向右摇切，然后左手外旋，使掌心朝外。
右手外旋，使掌心朝上，向左横切，然后右手做小船腕的动作，呈双指朝阳，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个讲解。步行不变，右掌内旋，使掌心朝前，左掌外旋，使掌心朝上，同时两手向右横切，然后左掌内旋，使掌心朝前，右手外旋，使掌心朝上，向左横切，做白鹤扫翅，然后经过小船腕动作，呈双指朝阳，目视前方，右脚尖外摆，随即左脚跟进，呈步丁步伐马，两掌交叉于胸前，左外右内分别向外拨出，使两掌心向上，呈蝴蝶双飞，目视前方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个讲解。呈上势，右脚外摆，随即提起左脚落地，呈左步丁步伐马，然后两掌外旋，左掌在外，右掌在内，向前向上做迎弧动作，使两掌心朝上，做蝴蝶双飞，目视前方。步行不变，两掌分别内旋，左前右后分别向两边拨出，使两掌心朝下，呈拨水求鱼，目视前方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个讲解。步行不变，两掌交叉于胸前，左前右后使掌心向下，然后向前下方分别拨出，使两掌心朝下，呈拨水求鱼，目视前方。步行不变，两手稍沉腕，以两腕背为力点，向前向上顶出，状如金钟，叫金钟照地，目视前方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个讲解。步行不变，两手稍里收沉腕，然后以两腕背为力点，向前顶出，使掌心朝下，状如金钟，叫
心中照地，目视前方。步行不变，两鹤头掌呈鹤翅掌，然后向里向中夹击，左外右内，两掌心朝内，呈白鹤剪翅，目视前方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个讲解。步行不变，两鹤头掌变成鹤翅掌，然后里收向里向中，以两前臂为力点夹击，使掌心朝里，掌指斜朝上，呈白鹤剪翅，目视前方。步行不变，右手内旋，以右前臂尺骨侧为力点向前推出，同时左手收于左腰际，呈利刀削竹，先左后右两下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个讲解。步行不变，右掌内旋，以前臂尺骨侧为力点向前推削而出，同时左手收回于左腰间，先向左坐，利刀削竹，然后向右做利刀削竹两下，目视前方。步行不变，右手内旋，呈阴标手向前插出，左手外旋收回左腰间，先右后左分别两下，呈将军出界，目视前方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一次讲解。步行不变，右手内旋，使掌心朝下，呈阴标手，左掌外旋，使掌心朝上，先右后左标出两下，呈将军出界，目视前方。步行不变，左手外旋往回收，右手向前推出，使两掌心朝上，然后沉腕坐结，呈双指朝阳，目视前方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个讲解。步行不变，左手外旋回收，右手外旋推出，
使两掌心朝上，然后经过沉腕坐结的动作，长双指朝阳，目视前方。左脚外摆，右脚提起上步，两手理收，然后向前向上推出，使两掌心朝上，长蝴蝶双飞，目视前方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做个讲解。左脚摆，随即提起右脚向前上步，长右步丁步巴马，两掌外旋往下一周，右前左后向前分隔隔开，使掌心朝上做蝴蝶双飞，目视前方。步行不变，两掌上扬，内旋里收，使掌心向内，然后左内右外，两掌向左右两边拨开，长拨水求鱼，目视前方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个讲解。步行不变，两掌交叉于胸前，使两掌心朝内，然后向外向两侧，左内右外向两侧拨开，使掌心朝下，长拨水求鱼，目视前方。步行不变，两鹤头掌微内收，以掌背为力点，然后向前用力顶出，长千斤撑出，也叫白鹤伸颈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个讲解。步行不变，两掌微内收，以鹤头手向前顶出，使两掌心朝下，做千斤撑出，也叫白鹤伸颈，目视前方。步行不变，两掌向上挑起，然后外旋里收，使掌心朝上，然后沉腕坐结，长双指朝阳，目视前方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一次讲解。步行不变，两掌上挑，然后外旋内收，两掌内收，使掌心朝上，然后经过沉腕坐结的动作，长双指朝阳，目视前方。
两掌外旋，然后以两前臂尺骨侧为力点，向中夹击，掌心朝内呈白鹤剪翅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一次讲解。步行不变，两掌外旋，以两手前臂尺骨侧为力点，向中夹击，左内右外，使两掌心朝内，这个叫白鹤剪翅，目视前方。步行不变，两手分别长鹤翅掌，然后向左右两边扬起，呈白鹤引颈，然后两手向中插击，呈鹤翅抬腰，目视前方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一次讲解。步行不变，两手握成鹤翅掌，鹤翅掌分别向两边扬起的姿势，这个动作叫白鹤引颈。随即以两鹤翅掌向前向中插击，叫鹤翅抬腰，目视前方。两手里收，然后从中向前弹出，呈白鹤缠脖，然后提起右脚呈独立步，做白鹤独立，目视前方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个讲解。步行不变，两手里收，从下向前向外，经过了缠腕的动作，呈白鹤缠脖，随即提起右脚，以膝关节为力点，向上顶撞，呈白鹤独立。右脚着地，两手抓成虎爪，然后左推右拉，右推左拉，分别两下呈狗子浚水，目视前方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一个讲解。长上式，右脚着地，两手抓握成爪，右推左拉，左推右拉，分别两下呈狗子浚水，目视前方。